Hello guys， 我们现在来到日本冲绳的神社，然后为了要抽到貂蝉台湾县立的角色，所以我们特地前往了冲绳的神社祈福。现在我们要来抽我们的台湾县立角色貂蝉，那这次我们只抽三抽，希望可以三抽过关。Go！ Go！ 啊，没有，这是谁？马抽。还有两次。第二种啊，没有，看，好乱哦，再后一抽，影片结束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在下面帮我点一个喜欢，并且在这边订阅我的频道以及我的 Facebook， 就可以接受第一手的资讯哦。那我们下次见。